对对对对，这个戏蛮贴近他的，其实就贴近他本身的诚意。达到多少？%？对对对对，我刚进组的时候想一条姐，后面反正就是哥了。你只许盯着，伤害的只能我，哈、啊，不能别人。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聚会不聊开心到冒泡，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傅辛博，也是傅西周。傅西周，请回答。哎 ，Hello 啊，傅总，今天在游泳池，你是不是被人深扑了呀？请用三个词形容你自己：酷、帅、有钱。复杂。用三个词形容你眼中的云深：帅、酷、有钱、阳光。对于傅云深的话，西周一开始的态度是怎样的？宠弟狂魔。嗯，心里很爱弟弟。Mr. Fu, people with your status should not walk with us. Please, he's my brother. 其实一开始我对傅西周的理解是在弟弟这个没有在知道这个妈妈的事情之前，他觉得他可以放下一切，就是比如说去跟弟弟争夺家里面的财产啊等等一些，一直顺势的跟大家一起爱弟弟，但最后。他知道了某些真相的时候，他才开始了他的反抗和复仇。为什么已经开始复仇的你，得知你自己安排盯梢的人把弟弟腿再度打伤之后，你极度生气，把打手打了一顿？因为傅西周没有让他去动弟弟，也没有让他去打过弟弟，他只让他盯着他，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你不觉得你作为老板的这个要求很不合理吗？你让他别回来，打手一步到位了呀。那不行，你不能伤害他，对，你只许盯着他，伤害的只能我，哈，不能别人。傅辛博眼中的诚意，傅云深。说起来也巧了，诚意好像先后脚和你还有颖儿合作了。他们在前，他跟颖儿拍的在前，跟我在后，因为他们当时拍的时候我去探班了，那次也没见着。那也挺好，所以在我们这一现场是第一次见。对对对对，小易一开始要叫我姐夫，对对对对，我刚进组的时候小易叫我姐夫，后面反正就是哥了。我的哥哥，哎呀，哥呀，哥哥，你变了，哎呦，哥。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下呀？拍戏第一场戏，我们在云南，然后我跟他说，凌天有5000员工，他跟我说要救小孩，我说不行吧？啊，对对对对，那是我们第一天拍，我先去的云南。后面才回的上海拍的。你对他的初印象是怎么样的？就没见到陈毅这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可能会是挺冷酷的那种，啊，可能不太讲话那种。但是见了之后，挺善良的，挺可爱，很可爱那种。对对对对。哪一点让你觉得可爱？让我们也可爱可爱。就很多点吧，平时也不太出门。他在片场跟你之间对手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们聊挺多的，反正就是有什么都聊蛮久的，就是聊天的时候。挺善聊的，给你主动发起话题是吗？哎，他也挺主动的，他不是那种就是不跟你聊啊或者怎么，哎，都挺好的。在其他节目中，听说诚毅不怎么发朋友圈，也不知自己电话欠费。啊，他不发朋友圈，没见过他发朋友圈。但他有的时候我们会互相发祝福，新年快乐，生日快乐之类的，等等。重大节点才会交流的朋友。对对对。你觉得他和角色像与不像的地方是？都是很开朗的大男孩。小易也是。其实他在这个戏里面跟他在很多古装戏里面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对对对对，这个戏蛮贴近他的，其实就贴近他本身的诚意。达到多少？80%吧，都蛮像，就开朗啊，然后就是又很阳光很积极，对工作又热情。小傲娇爱怼人的这方面呢？他好像生活中不爱怼人，他不是那样的。傲娇应该会有一点吧。你见过吗？有。对哥哥的傲娇？有。什么时候？他经常会给哥撒娇啊，跟哥撒娇的。Round one， 跟我开玩笑呢。Round two， 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优柔寡断了。你的天不怕地不怕，你的气场呢？ Round three， 我的哥哥，拜托了。好了，我求你们不要再这样跟我说话。还会跟哥哥撒娇的。
博眼中的傅西周、傅云深。季中和云深其实挺兄弟情深嘛，你和程毅有没有为了体现兄弟的默契做一些设计，让观众比较直观的感受到？有一些手势吧，击掌等等的一切，我们在当下有设计，就是要加点兄弟之间的默契感。其实要不两个人生疏的话，那不像兄弟啊。你觉得傅西周有哪几场重场戏是让你现在想起来也印象深刻的？就是跟弟弟放狠话吧，他来我家找我，他说傅西周你真是为了利丧心病狂。对，然后还有哭车里哭的这个戏。先来说说他来找你放狠话的那场戏，为什么印象深刻？我们在走戏的时候，我跟小易在走戏的时候，我没有情绪爆发点啊，什么什么我让你别回上海怎么，就是这么跟他交流的，叭叭叭叭。可是，在演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句就是嗓门提得很大，然后就是稍微有点爆发点，然后小易有点稍微就有一下下。对，当下，然后也对不起。另外一场车里哭的那场戏呢，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共情了，那场戏好像就拍了一条，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应该拍了一条。包括那天老板来探班，所以更想着好好演。走戏的时候哭是需要的是吗？不需要，走戏的时候没有哭，不哭。你刚才看 reaction 的时候，发现程毅也哭了，听你说你都不知道他也哭了。对，因为我们在两个车，就是他在那边拍，离得很远，我在这边拍，等于这场戏拍完我就收工了，我们两个都没碰见这场戏，其实各拍各的，但打电话是真的在打，我们在说台词。对，那你给他的来电备注是小申？小申，是的。他给你的来电备注是哥？哥。你给软软的备注是什么呀？软软。感受到了差异。有差异吗？那得加一个小软软是吧？对，加个小就能好一点。请用南风知我意是我拍过最什么什么的剧来为剧打 call。 南风知我意拍的时候跟小易大家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角色，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傅云深跟傅西周，希望大家多喜欢。